Hello， 大家午安。大家午安。那个，不要再攻打我的城堡了，我一直被攻打城堡。Hello， 午安，大家午安。我的城堡一直烧起来。火星要被我灭了，又烧，灭了又烧啊！有一个人一直攻打我的城堡，施打火，又烧起来了啦！我的城堡又烧起来了，到底谁一直攻打我？要我逼我把 ID 念出来吗？龙主。哎呦，跟大家一下，就是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午安。就是呢，我最近就是在玩一款游戏，大家也可以加入我的联盟一起玩，就可以一起互相帮忙，一起玩游戏。大家如果想看详细的那个活动办法的话，都可以上我的IG 看我最新的那一篇贴文，里面有这个活动的办法，叫做王国纪元的游戏，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玩，然后加入我的联盟。怎么办？我现在失火。你要审核我们的申请哦，对，因为那个申请就是游戏官方那边会审核，所以大家可能要稍等一下，他们好像那个要一点时间审核，对，所以大家可以先申请加入我的联盟，联盟代号是 PIN， P 大写 IN 小写，然后大家可以先申请，然后游戏官方那边会审核，大家要稍等一下。联盟关系很多任务，他不申请好亏。对，我的联盟。代号 PIN， P 大写 IN 小写，然后我的那个王国，大家可以移到我的王国附近，然后我的王国坐标是 K1080X166Y478， 对，我的那个 IG 最新贴文上面也有写我的王国坐标。好，那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要问大家，就是我的王国烧起来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因为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城墙那边灭火，对不对？先飞到平衡旁边直接申请比较快。对，大家可以先下载这个游戏，然后你就点左下角的，就是你们进去之后左下角不是有一张很像卷轴的东西吗？你就点那个，然后可以移到我的王国旁边，然后加入我的联盟。啊，我那个失火的时候要怎么办？我现在是一直修复我的城墙灭火，对吧？那就是那个，因为他会提醒你说有人来要来攻打你了。那个时候我可以做些什么吗？就是让他不要烧起来，我该怎么做？谢谢中影的我来签到，因为我以前没有玩过这种游戏，算是我第一次接触吗？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攻略，结果它东西超级丰富的，有点对我来说有点小复杂，所以我还在慢慢摸索当中，想说跟大家一起探索一下这个游戏。谢谢志宏的加菲猫。大家以前有玩过类似的游戏吗？可以跟我说我该怎么做。只能加强城墙。大意午安，许阿北，谢谢后影的会员票。有洞穴藏兵，有没有可能审核过了之后发现已经烧完了？就是我烧起来的时候，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啊？我整个村庄都烧起来，你看我每一栋都烧起来，我该怎么办？因为我现在就是看到它烧起来之后，就一直按城墙或是瞭望台灭火，
但是就是要花那个钻石嘛。虽然我就是一个在里面算是蛮富有的人，钻石蛮多这样子，可是我也不想要一直花那个钻石。就是我灭火要用1500个钻石，那我除了一直灭火，我还能做什么？预防它，就是可不可以提前让它不要烧起来？就只能升级我的城墙、士兵什么的吗？是吗？努力升战力，是不是想吸引我的注意，所以一直来攻打我的城堡？不要用钻石，修完还是会被打啊！那我现在整家烧起来，我要怎么做？因为我有一直努力在升级我的城堡啊，什么地就是城墙啊，然后军营啊，什么都有一直努力在升级，但是它升级需要时间嘛。快放我们进去，它升级需要时间，然后好像是不是加入，因为我有点还不太那么熟悉玩这种游戏，它是不是只要加入联盟，然后联盟里面的人可以互相帮忙，所以比如说我在升级一个城堡的时候，联盟的人可以一起帮我加速那个升级的速度，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因为我有看了一些那个攻略，我有大概渐渐的熟悉一下，是这个意思对吧？对，所以联盟的人可以帮助我什么升级东西加速，或者是帮助我更快提升我的战力，是吗？赶快放我们加盟，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通过，赶快通过，我们的稍等那个他们审核。有没有看到很多人申请，很开心，大家快点加入我的联盟，帮帮你们的盟主吧。对，所以有没有联盟差很多，而且我们就是因为我听就是好像可以联盟的人一起去攻打别人的城堡，对不对？然后我今天就超想用那个，然后好像就是要先建造什么什么战地战争大厅吗？好像要先建造战争大厅才可以发起联盟，一起集结攻击别人的城堡。然后我后来发现他写条件不足，好像是因为我很多东西还没有升级完，而且好像也要有联盟，先有联盟的其他成员才有办法一起攻打别人的城。谢谢吉米州的紫仆守护灵 ，Hello 世宏你好。只能精神上支持小敏不玩玩看吗？我也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游戏，然后我觉得意外，我一开始原本很担心说我不会玩，什么都看不懂怎么办，但好像也是慢慢的摸索，然后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很有趣，就是大家一起攻打小敏不试试看吗？没关系，我也是一开始完全不太懂的，我们一起慢慢研究。可惜太晚进了，离平还有点远。我看到我的城堡周围密密麻麻的是他的城堡。我记得我昨天中午点进去的时候还没那么多，就一小坨这样。然后晚上点进去，很像那个无性繁殖一样，突然密密麻麻。我会帮平寒加油。平寒的喉咙怎么了？可能是因为城堡一直烧起来，太焦虑了。所以喉咙烧身，喉咙烧起来。我超雷哦，只会打龙，没关系，我也雷雷的。反正这个游戏就是好玩在大家要一起组联盟，反正跟大家一起就会很好玩，也不用干嘛。对，我也是慢慢的跟着它里面的那个新手教学，一步一步教你要点什么，然后开始慢慢。但我现在感觉好像还是很多东西不太了解，需要请求大家的帮助。小敏一起玩嘛，你就加到我的联盟，这样之后也有机会得到那个礼物，对吧？周围都是小智啊，联盟名可以改真心证，而且好像加入联盟可以一起获得一些在里面的礼品，是不是？奖金还是钻石什么之类的，反正有联盟好处多多啦。
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周围都是小智，联盟名可以改成，哎，联盟名好像只能用那个英文代号吗？好像是只有三个字英文代号。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切换新马甲不玩吗？那切换完你玩不玩？哎，你的粉丝说他也不玩。切换有啊，切换新马甲，切换完你就玩好不好？我会叫切换加入我的那个王国的。好啊，来慢慢摸索。这游戏不能打中文。还有超多都还不太懂，我到底。我想先来厘清一下这个游戏。升级城堡，升级中，给它加速一下。谢谢阿元的爱恋巧克力，不要王国就好。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问的，就是我的那个城堡一直烧起来，我就是唯一的解法就是只能一直升级我的城墙跟部队，是吗？是红说跟品涵一起摸索好开心，可是好像有人说是你一直攻打我，哎，是不是你？就是你的不对，好像我听到很多那个联盟其他就是想加入联盟的成员，好像说是你一直攻打我，我要把不要逼我把 ID 名字说出来哦。他是请教一下面面，他玩好凶。但面面、阿潘跟小迪都玩游戏很厉害，我觉得超强的。雨林也蛮强的。嗯。所以只有。只有我不是那个没有玩没玩过类似的吗？他们就是真的玩游戏很厉害。爸爸要加油，大家一起帮我好不好？总之要一直升级。但他笑死。这个是小智黑化勾搭品涵，品涵是靠人格治国。我也真的是这个就是游戏小萌新耶，以前没有什么玩过，笑死。所以我唯一解法就是一直升级我的城墙跟我的军队，是吗？所以我没有办法在他要烧起来，因为我会看到有人来攻打我了嘛，然后我每次去都就是也束手无策，因为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对不对？还是在他攻打前，我可以做什么办法让他不要打赢我吗？还有物资也要升级。谢谢智海的星辰，烧起来的盟主 ，Hello 午安，谢谢世宏的闪光星辰哦，所以我只能一直增强我的兵力的意思。啊，我的城堡要烧了。我觉得这游戏的内容真的很丰富，就是它很多方面。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有上网查攻略，然后就看到有人说，如果是熟练的人玩的话，操作完整个就是游戏的流程，就是操作完它所有的流程也要花半个小时，就哇。很厉害的游戏耶，就是内容很丰富，它不是只有单一的什么攻打城堡，还有很多什么要升级啊、挖矿，是不是？还在理解这个游戏当中，是不是还要去挖矿，然后建造什么什么厅，然后每一个厅有不同的功能，就是每一个厅可以升级，城墙可以升级，部队可以升级，然后一直升级之后，就会比较不容易被别人攻打下来，然后你去打别人也比较容易赢。是不是这个概念？你看你包里有没有盾，开盾就不会被打。真的很丰富，对我这个新手来说算是小复杂，还在研究。但是不是这种概念的游戏，我说的没错，就是开始挖矿啊、采集啊，然后升级，然后攻下别人的城。谢谢 Gabby 的小金蛋。有没有熟悉游戏的大家可以帮我统整一下，我真的非常需要一些攻略资讯，就是我目前能做的是什么？
就是一直疯狂的升级我的东西而已嘛。采集到后面很重要，真的。所以这个游戏总共分成哪些部分？采集，要先研发兵种。好，谢谢蓝熊出没，我真的是大家的那个每一个留言对我来说，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小萌新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我真的在看着我的城堡一直烧起来，好难过，好紧张哦。5年前就玩过了，先研发兵种。那我是点那个军营是不是？是点军营吗？建造跟练兵，但研发要经济，在大家审核过之前，先自己努力吧。我研发兵种是要先点军营吗？谢谢科技鱼的闪光星星。军营是练兵啊，军营是练兵。那我研发兵种该怎么办？研发没有在学院哦，我的学院好像有建造出来了吗？我的学院好像还没有建造出来，所以我应该要先建造学院，对吧？好，好，我现在在建造学院了。他因为我一开始不是只有前面一点点嘛，然后后来解锁东西之后，他突然又多了外面的土地，然后要建造什么学院、战争大厅什么什么，我都完全还没开始。超级新手的那种，可以一直加速。好，我就想说，怎么又解锁这么大一块土地了？我原本那块土地都还没研究好，然后又多了一大块土地，很多东西要建造，我就有点措手不及。有时间就要先解锁主线，主线任务在哪里啊？啊，一直加速，好。我的学院建造完成，学院可以研发科技，让我们来试试吧。好，军事训练速度研发，好复杂哦。学院的研发项目对领地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不要让学院闲置哦。所以我现在在军事嘛，然后有在训练我的军事，这样是对的吗？主线任务会卡。画面都有提示。阿红不玩玩看吗？阿红说下载完看起来好麻烦，就又删了。不会啦，跟我一起研究啊！我也是完全在请求大家的帮助。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小联盟里面，很萌的萌小联盟里面，帮助你们的盟主一起壮大我们的王国。到时候我绝对会那个，那叫什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加倍奉还。他一个人一直攻打我的城堡，我就用一群人一直去攻打那个攻击我的人的城堡。谢谢 Derek 伟的幸运四叶草，小联盟保护盟主。不能直接教真麻烦，但这个游戏是不是对新手来说真的算偏复杂？就没有玩过类似的话，先说谁一直打你，不知道谁一直打好吼，不要逼我把那个 ID 说出来。我真的那个 ID 昨天大概攻击我十几次吧，到底是谁？很多事要做的游戏，没错。被针对，3天后换我打你。等我联盟都通过了之后，小心一点哦，那个什么 K 开头的 ID 哈，小心一点。3天后我的联盟大家加进来之后，我就开始壮大。那个 ID 是不是跟某个成员名字有关？对，对，我甚至怀疑是不是那个成员下载游戏一直来攻打我，哎，结果应该感觉不像是他的风格，是不是他的粉丝？K 什么 O？ 对，什么04什么的，我是不是已经差不多讲出来了？笑死！
我也有看过那个人呢、欸，平衡好派。好，那我现在学院在训练军事，那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哎、欸，我的谍报术研发，哇，这个游戏要做的事真的好多。打开包包先，这很好的打人新手防护罩收益消失，应该分了吧？我在直播很少 ban 人，不要逼我在王国纪元里面 ban 人哦。谢谢逸晨的紫蒲守护灵，小智们要先集火 K 开头的那个。而且我一开始还有守城成功哦，但绿人不知道好像很厉害，他的王国好像升级很快。然后我一开始有守城成功，后来就一直守城失败，然后就一直烧起来。我前面有守城成功两三次。谢谢逸晨的一封信。好，刚刚有人说我要先打开我的背包，对不对？好，我打开我的背包了，我该怎么办？看包包里的特殊里面有没有 VIP 点数。VIP 点数有侦察军正在接近我，没有 VIP 点数哎、欸，只有什么统御经验值、行动力、联盟任务重置什么的，没有 VIP 点数，没有 VIP 点数。我要叫可哈来玩这个。这个游戏去攻打他，城堡十一等，直接点 VIP， 直接买完就好。我的包包没有 VIP 点数。谢谢博维的加油，先去忙了，之后有下载，好好再玩。好啊，谢谢 YC 的爱恋巧克力。谢谢阿元的掌声鼓励。为什么要一直攻打我不加入我的联盟？是不是想吸引我注意？统御经验值可以直接吃掉。好，吃。统御经验值是不是？使用使用，吃。那行动力1000也要吃掉吗？我还有一个行动力1000，不要，好，不要。你说不要就不要，我听前辈的，游戏前辈。行动力满的别吃，谢谢世红的红玫瑰。刚是不是有人说我要找一下什么护盾？那我粮食那些要吃吗？资源的部分。那是出征用的，资源的部分要吃吗？不缺资源就不用动。好，包包的战斗力先找盾，有哎、欸，有艾纳西之盾，8个小时，要使用吗？收集资源还很够，先用外面采的。开下去，开吗？用，使用。他要打过来了，我看到他正在接近我。用了，用了。艾纳西之盾使用后，将取代目前运行中的艾纳西之盾。诶，我刚刚有用到吗？有，有吧。有，我应该有开到吧？我刚刚有开到吗？我不确定我们按到，可是他刚刚说，如果你要再用这个，就会取代现在运行中的，所以我目前应该是有。对，有，他被你强制撤兵啊、哦！有哎、欸，有了，太棒了，强制撤兵哦，用了用了，好赞哦！帮助平衡练习开盾。那我现在下一步还可以做什么？
谢谢依然男友的闪光星星。我是不是要升级我的城堡？升级天网。现在平衡发展经济，提升自己，把建筑升到不能再升。好，去我的城堡，看有没有限制的。我正在努力升级我的城堡，我的军营要升到四等，有了。城墙要六，医疗所要六，铸造厂、矿坑、建造除裂已满。看有没有限制，我的 VIP 现在是四等，有，我早上有升级我的 VIP， 可是我的 VIP 点数一直点的话，就要一直花钻石，是吗？研发建筑最重要。好，铸造厂要六的。你钻石175K， 别怕，可以一直按。先升到满，所以我哦，我 VIP 要先升满是吗？我怕我到后面没有钱了怎么办？谢谢幻影战士的浪流星。VIP 升级可以做什么？平衡不训练兵吗？有，我有在练兵，可以先升到八号哦。采集那些有，好，那我钻石花下去咯。虽然我有很多钻石，可是这样看着它一直消耗，还是蛮舍不得的。那我直接先花个5000钻，我现在升级到七了。OK， 八楼，哇！我真的是这样在氪金的啊，好奢侈哦。身高你免费加送的上限会提高，平衡钻石很多，不用怕。你有十几万钻，我们才500钻，我这样花好奢侈哦。哇！还有多少？还有181000个。哎，不对，180000，这样是多少？对，181000。那升九等吧，今日升吗？抱歉了各位。所以大家可以加入我的联盟，因为我钻石很多，就会很快的建造出一个很大的王国，这样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那个享有这个厉害王国的那个东西，赶快加入我的联盟！你们的盟主很有钱的，嚣张，钻石多就嚣张。你们的盟主很有钱，我们想要盟主。我升到九了。有钱就是任性，要用特别的连结下载。对，大家如果要下载这个游戏的话，可以观看一下我的那个。啊，你是说我吗？还是你们？请问加聘盟有什么福利吗？就是有一个很可爱的盟主啊。盟主叫我，但盟主不会玩，盟主会，你们教我，我就会了。
品涵带你飞，谢谢博维的小金蛋。我刚刚建造到哪里啦？哦，铸造厂是可以打造同一装备的地方。他要升级一个东西，一个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像是我要升级我的城堡，他会叫你先去医疗所升级到六级，才可以升级城堡。所以他每一个是环环相扣，是吗？盟主卖盟就够了。你看，像我现在要升级城墙，他就叫我先去升级铸造厂到六等。对，那盟主可以卖盟一下吗？不要再攻打我的城堡了，很可怜。大家保护我，大家保护我，拜托拜托。保护小盟主，但如果之后有大家有进到联盟里面后，应该会好一点吧？对，大家互相帮忙应该会好一点。还好升级可以点进去说建筑在哪里，不然好老铁，真的他会叫你告诉你直接点哪边，建造速度跟摇晃速度点满。度点满，好，看一下哦。铸造厂升级，它其实可以一直免费跳过哎，我发现。我就是一直给它升级升级。反正你现在红点的地方都按一按。好，我想增强我的城门。因为你的 VIP 提高，它有一定上限的。哦，是这样，所以是原来哦，我想说怎么一直可以免费跳过那个时间，因为我 VIP 点满了。谢谢大家，我收获良多哎。好棒哦！我现在加速成长，飞速成长中，我就一直点，一直点。还在摸索，聘盟主起飞。升级矿坑到 level 5，免费。尽量不要让他们闲置。好，如果资源不够，升级就吃资源包。哦，升级需要一些资源，是不是？但因为我现在资源都还够，所以就可以一直升级。那如果我有一天用尽这些资源，我就没办法升级的时候，就要吃资源包里面的资源，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谢谢金柚的我和你的爱虫。对，耶！有盟主有进步，我有听懂大家在说什么。我上网查攻略看不太懂，好像听你们讲解比较清楚一点。基本上一开始很难用完，可以派军队去采集。现在资源多多，尽快出士接兵。我的军营也要一直锻炼，是不是？士接兵。
谢谢许阿北的爱的烟火，要用就来不及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建升级到哪里去了。帮助，请求帮助成功。我有时候升级，然后没有免费的时候按帮助，然后他写请求帮助成功的话，就是我联盟的人吗？或是我附近的人来帮我是吗？冰多会消耗粮草，所以粮草来源也很重要。哦，那我粮草是也可以派人去采，是不是？对的哦，怎么觉得越来越好玩了？我的王国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玩了。对，大地图上有农田哦，所以我粮草就是要需要一直去采集，尽量找你家附近的粮田。好，谢谢大家的教学，我非常受用。啊、哦！我收足我的城门了，前往城墙要6，医疗所也要6。现在城墙军营升级要军营要5。前期粮绝对够，好，城门修好了，对吧？派兵工，我的城门修好了。那我现在如果去攻打别人的城，就是比较弱一点的 level 的那种城的话，攻打也可以增强我的那个嘛，增强我的东西是不是？还是就是可以得到一些粮食跟东西。你要欺负谁？但是这游戏有趣，不就是在有趣要去攻打别人吗？所以我很想赶快去攻打别人。这游戏有掠夺吗？我不知道。你要打谁？打人就是拿资源。这游戏感觉好玩，就是要一直去攻打别人啊，去掠夺。我很想要吃它，可是我现在还很弱，对不对？应该问你能欺负谁？但你现在太弱了哦。好，那我升级强一点再去打。昨天谁欺负你？给他打回来。在你隔壁啊，也不要打我哦。我知道，我在我附近的我都不太会打，因为我们都是那个。小盟主旗下的吗？旗下的城堡，所以我不会攻打你们，我会去打远一点的城堡。竟然是这么嗜血的盟主，一定要的啊！挑弱打，果然粉丝站在偶像的对立面，攻打平安了。我要看到血量升啊！我们不行，我们要团结，我们要团结。我在你右上4个，还没入联盟可以赶快打，不然被平台记仇。不行，我们要团结，快速使用城门6了。升级团结是打成一团的意思，哎，不是吧？谢谢莹莹的爱恋巧克力，等大家加盟了平安国，应该是无敌的吧？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军团。先打完再改名，
一下子就升到我昨晚的等级了。哎，其实我早上点进去看我的王国附近，我发现大家很厉害耶，就是明明才一天而已，然后我今天早上睡醒点进去，发现我城堡周围的大家那个城堡等级都比我高，我觉得好厉害哦，因为我今天早上才三级而已，对吧？我今天好像城堡才三级，然后我附近的大家都已经升到了什么，有的十一，然后有的六，很厉害呀，大家。而且大家在没有那个钻石跟优渥资源的情况下，可以这么快升到那个等级，我觉得很厉害。离你越近的都有攻打你的嫌疑。研究中，我也在研究中，我们可以直播的时候一起研究。好像蛮多人都有玩过类似的，受益良多，就可以遵照着大家的指示一起，或是那个。大家如果新手有疑问的话，都可以在上面留言，然后请大家帮你一起解惑。一直加速，一直停不下来。谢谢中影的梦幻泡泡，谢谢雪带八的告白气球。我真的很一直在升级它，没有给它闲着。可以了吗？我可以申请我的城堡了吗？面面国的没人敢打他，为什么大家就敢打我？什么意思？是看我比较弱是不是？因为面面等级太高了，面面那里有个大佬。是哦，所以他的那个旗下的那个有人很高等，是不是？所以没有人敢打。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做什么事吗？他干嘛？把那个大佬挖过来。Hello， 确定不加入 PIN 的那个联盟吗？你直接说大佬。大佬。雅恩大佬。雅恩大佬，面面大佬要不要过来这个联盟啊？我们可以一起攻打你的偶像面面哦，是不是更有趣了呢？引起他注意，你想不想引起面面的注意？那就加入我的联盟，一起攻打面面吧！邪恶的笑容出来了，这样是不是更有趣了呢？你把其他人的大佬都拉过来，然后呢，你帮助他们达到去攻击他们的偶像，引起偶像的注意的这个目的。好聪明哦！我在游戏方面技能没有点满。但是这种小聪明方面倒是点得很慢。面面旁边还有小迪蒙的，喊一下，喊话一下。小迪蒙，小迪蒙的大佬，要不要一起攻打小迪呢？引起小迪的注意啊！这个主意太棒了吧！全部挖过来一起打，兵不厌诈，这是战争。我们是诸葛亮我们靠智力取胜，我不靠那个军力取胜，我靠诸葛寒。诸葛寒靠智力取胜，你确定大佬没有多账号吗？我先说玩这个游戏很容易走心，不会啦，怎么会呢？平寒盟主有社交天赋，什么时候变成挖角游戏？原本昨天想去面面那边敲两下，看到等级我还是先回家好了。所以大家，我们赶快一起强化我们的王国，我们就去面面那边敲两下，好不好？敲个两下也开心。敲个两下我也开心。小迪一直升，有点怕。只剩下你啦。那我只好去攻打雨林了。看谁还没升，赶快去打一下。阿潘呢？阿潘应该也升，他玩很快，他真的玩很快。那要怎么引起平衡的注意？就是加入我的联盟。你这边只能加入。对。那如果与你作对的，全部都得死。Ben。切换是军师，那我想打聘，我要加哪里？嗯嗯，请你玩别的游戏。所以为了吸引平衡的注意，替其他联盟申请，不是这样的吧？没有办法，其他盟主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啊，只有品寒盟才有办法。
帮助大家。我是在帮助大家，不是为了自己，不是攻打别人，我是帮助大家吸引自己偶像的注意。希望你等下申请加入后，可以跟你一起捍卫对决。品涵先把栗子抓起来当你家大佬。对耶，我要叫彩杰下载，叫他加入我的联盟。我们人多越多越好吗？哎，还有啊，口哈，口哈也要。那个谁一直打我的口哈粉丝，小心一点。你的偶像要来了。你的偶像要来攻打你了。不加入你的哈。品涵萌还带愿望成真技能。双寒君。可是他们没有工商资历，没关系啊，多一个人是一个人。对啊，彩杰，彩杰同学也是很多的，小心一点哦。高中生，各位小心一点，高中生可是很厉害的，他们打起来那个不输你们。没事，没人在打，半夜都在打。直接叫口号本人策反。哎，你现在先密一轮啦。大家快点加入！在别的另外四个盟主，就是你知道拉人之前，赶快先收拢大家的心。收拢成员啊！输入 TPO48 有办法获得魔品函吗？果然成员之间互相结盟，直接不考虑栗子，毕竟他不玩游戏，栗子会说什么？你们在说什么？在学模仿栗子。我们在讨论这个游戏，就是栗子不下载的话，然后我们在讨论这个游戏，李佳丽又要说什么？你们在说什么？快点告诉我啦！还发现不下载游戏，然后一直问什么，很好笑哎、欸。你们要不要去吃东西？不要玩了。这游戏半夜不用玩，时间抓好就能睡着。可是我觉得这游戏会一直深陷下去，因为你就会想要打别人，然后不想要，就想要一直疯狂，就是那个升级，你知道吗？有个数字就会一直想要让那个数字往上，所以就是一直想要去升级，一直想要升级，然后就一直在里面，好可怕哦！像这样每次直播我都要一直开着这个升级哦，好可怕的游戏哦，真的会一直深陷其中哎。谢谢实至命归的掌声鼓励。盟主一直想打别人，当然喽。再玩一下，胜负欲，我的胜负欲整个被燃烧。毕竟平常也是一个不太争斗的人。就想着从游戏中开始攻打别人，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跟人家吵架一定输的嘛，对不对？吵不赢啊，所以就从游戏里开始挑拨，燃起我们的战争，就等盟主下令。帮助。加速！盟主进化，盟主坠落。他们说我正在进化成很猛的那个盟主。最简单的方法是找已经玩很久的，请他搬来这里帮忙打人。有没有人已经很会玩这个游戏哦？可以。搬到平寒的王国，跟我一起攻打。先等审核，我们好，我觉得应该今天啦，我觉得应该今天大家就可以加入那个联盟了。审核，我要升级我的城堡了。耶，我的城堡七级了。目标先成为 TP 霸主。YT 写2到3天不是。哦，对，大家也可以那个，就是到时候4月13号，我不是有传那个限动的链接吗？4月13号，大家记得准时收看那个 YT 直播哦。
应该不行。看了一下表单，不是这次新创的账号入门审核不会过。对，大家要看清楚那个下载游戏的办法哦，因为这次好像是比较，因为我们会跟你们一起玩，所以好像是有特殊的下载办法还是什么的，大家要记得看清楚那个下载游戏的方法。好像是这次新创的，然后好像要在某个连结下载，是不是才有办法加入我们的联盟？所以大家要看清楚那个下载的方式。我传的那个连结里面的，点进去会连到一个 YT 的直播，然后好像那个资讯会在直播的下面的资讯栏，大家可以看一下。搬过来只是打人不加盟，应该也可以打。有拿到 TP 礼包的才能入门，没错。所以大家如果有创账号的话，记得去看一下你们是不是在那个管道下载这个游戏。对，不会哦。我的学院要升级到七级哦，才有办法再升级我城堡，怎么那么难？我现在学院才两级耶。那面面昨天我看他就三十级了，他是不是一整天开着在那边一直升级啊？好扯，太强了吧，太怪了，我整个吓到。要怎么查有没有拿到 TP 礼包呢？这个你可能可以问问其他粉丝们，大家可以告诉他吗？大家可以告诉他你们下载的过程什么的吗？吉米都在问要怎么查有没有拿到 TP 礼包，信箱可以去看你的信箱，信箱里面会通知你。在游戏的那个里面的信封是不是？游戏的右下角有一个信封，就是在游戏点开最右下角有一个信封的图案。感谢各位解惑，拜拜许明。礼包是不是切换独占？我没下载。快点下载，帮我一起。放个歌，好好玩哦，真的会停不下来，一直疯狂升级。哦，我的学院六级了，哎，也是蛮快的，我就。一直重复点，一直重复点。千万还没下载，那就谢了。哎，你的粉丝在等你下载。下载。我的城堡可以升级吗？城墙要七级，铸造厂要七的。好，我一个一个来。拿到礼包完蛋，那你是不是要重新那个吗？在游戏还是看一下你是不是从这个方法下载游戏的？你可以点我昨天的限动直播连接那边，点进去那个 YT 直播资讯栏看一下，就是你下载的方式有没有正确？没关系，我们现在才刚开始而已，还不嫌晚，还不嫌晚，赶快看自己有没有弄错。等要围殴人的时候，要学一个操作叫做压秒。哼，压秒怎么好像很刺激？等的时候可以去打边境之门。突然放起中华一番的配乐，
桃花哥说怎么突然放弃《尊华一番》，因为最近切换很爱看。谢谢玉安的《爱的烟火》。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停下来时间呢，我可以一直点，它就可以一直升。出现的居然是本来。那你要听什么歌？都可以啊。选个。好像没有把迪士尼切换要特地出是吗？紫色哦，紫色那个门，那是主线任务是不是？还是那是故事？所以我说那个酱汁呢？你知道这时候很适合放哪一首歌吗？什么歌？我听听看。Enemy， 奥数是不是？紫色的门不是主线哦，算关卡。边境之门，谢谢紫萱的梦幻泡泡。还有金色雕像，要画画爱心的也可以打，最好也打一些，不然爱心很浪费。好，哦，那个也要打是不是？欢庆之地挑战，其他人都是你的。那是你的。Everybody want to be my enemy。大家都说 enemy。Everybody want to be my enemy。这个游戏我好像很适合放这首歌，很有那种战争感。金色雕像可以拿英雄哦。谢谢 Lose 的缘分相遇。那我来打一下金色雕像。自动战争。顺便跟大家闲聊一下，我最近真的很爱喝黑咖啡，我觉得我好像长大了哎，是不是？大人才会喝咖啡啊，而且我是喝纯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精的那种。我真的发现喝了黑咖啡之后回不去拿铁嘞。我那天在星巴克点了一杯拿铁，然后就觉得太没有味道了，就是真的喝了美式黑咖啡之后回不去哎。就觉得拿铁什么东西呀、啊，好淡哦、喔，是不是？那你现在来再调查，掌声鼓励是黑咖，业障重是拿铁，大家是哪一派的？对，那如果其他的话，就贴其他的那个，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这样。品涵城堡一直被烧，很适合放这首，然后荧幕调成灰白。没有，我真的觉得。哎，现在是哪个多、啊？掌声鼓励多，所以表示大家美式比较多。有人送早安抱抱，也蛮多眼睛呀，差不多。早安抱抱，那会不会他喜欢抹茶新冰乐？谢谢十字命龟。哎，好像差不多。差不多。啊，我要送爱恋巧克力。他喜欢什么？巧克力。还写洛克真情告白。就是我以前喝黑咖啡会有点心悸不舒服，但是喝过几次之后好像习惯了，是不是会习惯？可能小迪也会心悸。心悸宝贝，为什么我要那么容易被你操控？可恶！我们接下来会一直播放这首，我按了那个 Enemy 吗？我真的回不去哎、欸！我现在绝对不会再点什么拿铁之类的。是真的太淡了。那你觉得黑咖啡很好喝啊？我上次还喝了一口别人的冷萃咖啡，但我还是喜欢黑咖啡。冷萃是不是有点偏酸？不是差不多吗？还是淡一点点？好像不太一样。但我喜欢，我现在最喜欢的是美式。公演的票根拿来黑咖啡优惠，我现在最觉得最好喝的是美式，而且但美式也是蛮看店家，有一些店会比较偏酸一点，我比较不喜欢那么酸的。听说厉害的咖啡豆好像是比较酸的，嗯，可是我好像不喜欢那么酸的。冷萃也是黑咖啡，真的
可是喝起来有点不太一样。我才是就是刚接触咖啡这个领域，小萌新啊，也是咖啡领域小萌新。大家有推荐哪间咖啡厅的黑咖啡好喝，都可以跟我说，或是哪个便利商店的最好喝。我好像还没喝过便利商店的咖啡。请问品衡拿铁有加糖吗？不知道，没有特别调，就是那种星巴克的，没有，就是直接点，好像没有调糖度。每天至少喝两杯美式。便利商店肯定是全渣，便利商店都是方便而已，都普普，真的哦。Seven 的特浓不错，好，我下次去试试看好了。全家喝一下有很多优惠，真的回不去了、欸。开始咖啡中毒我怎么办？好像每天早上都要来一杯，不然会不舒服。其实我原本只是想说，喝咖啡不是听说可以消水肿嘛，然后有时候早上起床比较肿的时候，就喝个一下。因为我以前点那种咖啡厅早餐，绝对都是点什么奶茶，或是点路易莎那种，一定点什么黑糖雪点奶茶。但我最近就不想喝甜的东西，不想吃那么多甜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说，那点一个没有糖的饮料喝，然后就点黑咖啡。就因为我本身就蛮喜欢咖啡的味道，就是不会很怕那个苦味。只是一开始我不太喝，是因为喝完会有点心悸不舒服，所以才没那么常喝。但喝过几次之后，好像习惯了，然后就好像渐渐的中毒。大稻埕那边有一间叫做烟花的咖啡厅的咖啡还不错，真的、哦。他们说大稻埕那边有一间，下次我们叫做烟花的咖啡厅，好像可以去耶。喝完再骑到淡水。不要再骑脚踏车了，我不想再骑了。我都喝莱尔富的咖啡，因为营区只有莱尔富，但不输其他家，真的、哦。我没有喝过莱尔富哎。莱尔富算是便利商店里我比较少会去的，结果居然意外好喝吗？自己泡了买咖啡豆，有啊，我室友姐姐每天早上我都会听到她在磨豆子的声音，她是自己手磨豆子的，手冲的那种，听说那种最好喝，就是现冲的，但是我早上有点懒，对，小懒人，谢谢枯江的搓搓你哦，谢谢。就可能可以偶尔磨一下，有那个 feel， 对，但每天的话有点来不及，有时候早上很赶，要开直播什么就来不及。喝完其他淡水可能中毒，就自己用绿挂咖啡。盟主拜拜拜拜 ，Cody， 现冲的喝过就回不去了。我好像很少喝现冲的，哎，你之前不是要买咖啡豆吗？对啊，但你我没什么看你在磨，因为我有点懒。今天就喝好事多咖啡豆加好事多鲜奶的拿铁。我最近发现我不太喜欢喝奶，因为觉得喝完奶之后喉咙很不舒服，很黏的感觉。我真的有点没那么喜欢奶茶，因为我以前是绝对会点奶茶，然后饮料都喝奶茶居多。但我最近觉得喝奶。喝完很喉咙很不舒服，就是黏黏的，你懂吗？就很不顺的感觉。那个其实可以保护喉咙。最近喝饮料习惯有点改变，不喜欢喝奶，可以用植物奶或豆奶取代。而且不是有些人会对奶过敏吗？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就不是肠胃会不舒服，是皮肤会有那种小颗粒吗？就是有时候喝牛奶之类奶有奶的东西，就是皮肤会有一点那种快要长成痘痘，但又不太像，就是那种小颗粒在脸上，所以就有点比较最近比较少喝奶。不管口味有买一送一就好。
谢谢 mini 分享直播间。听腻了吗？没有啊。午安，小蓝。啊，我现在没有办法加速跳过我的城墙，那我先来打一下关卡。打一下关卡。有去过华山附近的新波咖吗？没有哎、欸，那个也好喝是不是？大家都是大人耶，都有在喝咖啡。刚刚有去申请加入联盟了，你很棒。等待，期待你加入我品韩联盟。等审核过了，我们就可以一起壮大，也可以加点吃一下，加速 1.3。好，铝咖啡也不错，还会帮你拉花。我好像还没有喝过热的咖啡，比较少都喝冰的，但我觉得美式冰的好像比较好喝。黑咖啡很挑热，还是自己试过比较。我家人65岁才开始尝试喝咖啡，很有趣，怎么那么可爱？65岁才开始喝咖啡，好有趣。但咖啡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算习惯嘛，就是你喝习惯之后就会突然爱上，就是某一天就会突然爱上。现在部队里都是来尔福六日关的，所以留守前要先囤货。意式浓缩，因为出外全部都是咖啡。黑咖啡挑人，品韩联盟不挑人哦。对，品韩联盟不挑人哦。跟黑咖啡不一样，喝咖啡请说干杯。黑金的力量，你觉得你自己有咖啡中毒吗？还好，没那么严重。嗯，因为像我室友姐姐就说她每天不喝咖啡会不舒服，就是咖啡中毒者。这样也蛮可怕的，如果没有咖啡好像什么事都做不了、欸、真的会，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对不对？就是没有办法工作、欸、习惯就回不去了，一天没喝心神不宁。但我觉得咖啡是对，黑咖啡对身体蛮好吧，就是一天一杯的话还行，不要一天太多就好。我品含中毒。原来我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啊，谢谢。跟品含一样雷也可以哦。My enemy， 火焰塔车位队。我的英雄也可以升级，卡牌也可以升级。卡牌是干嘛的啊？卡牌是可以做什么？我高职就在喝纯黑咖啡，然后家里有咖啡随身包。那你蛮早开始就喝了，我是最近才开始。那个升级不用钱。我的学院是不能闲着，我的学院，赶快来开发研发这个兵。我的学院不能闲着，咖啡还是推荐喝手冲的。好的，我以后会自己早起努力磨咖啡豆。咖啡太苦，我的人生已经很苦了，不能苦上加苦。怎么会呢？喝完咖啡后，你就觉得咖啡没那么苦了啦。
比起人生来说，咖啡的苦应该算小 case 吧。谢谢冰萃选的果汁，谢谢。哪里是闲着的？你先磨一次室友姐姐的看看。有，我之前有去磨过，其实我觉得磨那个咖啡豆没有很好磨，就是它其实蛮难搅的嘛，因为它很硬啊。就是我有去磨过，我觉得蛮难搅的，就是要蛮大力的，没有很好磨，就是如果力气小的话会磨不太动。咖啡每一口都会让人想好好品味，真的，我觉得咖啡是很棒的饮料，就没有糖，然后又算对身体不错吧，不加糖的话。早上会写空闲或地图上看 ZD 地图，好的，可以买个简单的电动磨豆机。有啊，我爸也是有在喝咖啡的人，就是每天早上也是要喝。没有，他每天啊，但是会喝这样子，就是喝也是喝黑咖啡。他就说他家里很想要摆一台那个咖啡机，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虽然说便利商店也是可以买，可是我爸爸想要那个，你知道仪式感吗？就是早上起床按一杯，就是有一台咖啡机在家里，然后自己去煮一杯咖啡，就是那个生活的质感感觉会高一点，就是。早上这样很舒服，爸爸想要那个仪式感，所以想要他一直说很想要一台咖啡机，但咖啡机是蛮贵的。等我努力赚钱，在家里再放一台。我爸一直很想，还是我那个送今年父亲节就送这个礼物，可以学拉花，仪式感倍增。还是今年父亲节送这个咖啡机，不贵吗？咖啡机是可以自己选豆子，对不对？就是你可以自己去买你想要豆子，然后放进去。基本款不会贵，真的、哦。那好像可以考虑跟哥哥姐姐合资一下，一起买一台。爸爸常冲喝的话，可以投资一下。大家有推荐的咖啡机，也可以告诉我，我来物色一下。磨豆机很便宜。美式的相对便宜，如果是意式就价钱很广泛，真的、哦。我爸爸是习惯喝美式。不过几大概十几张合照会的钱，这因为我记得之前印象中咖啡机好像没有到很便宜。里仁圣德克斯的有机连锁店有卖现做有机咖啡。谢谢刘英鲁夫的小金蛋，三千有找的也有，大家可以给我资讯，丢我 IG 小盒子。我来物色一下咖啡机，谢谢刘英鲁夫的小金蛋。研发闲置中。研发，赶快再来研发一下。谢谢大黑的闪光星星，好。谢谢子轩的闪光星星。
我的城墙修建好久哦，但现在没有加速可以用了。右边有个探索那些波纹记得也要按完，谢谢阿元的加油。探索波纹搜索记录，搜索记录哪里啊？探索波纹哪里啊？哦，探索记录有，我有按了，我都按了，有，我有那个，我有做看到。好久没听到平安电话，谢谢各位的教学，我好像越来越了解这个游戏了。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我今天一个直播中升级很多，很快耶。我刚刚才三级，现在已经七级了。也有人生咖啡、灵芝咖啡、懒人机是磨豆煮咖啡一次分开，不然磨豆机跟咖啡机分开买也可以。哦，感觉综合一起是不是蛮方便？谢谢幻影战士的爱恋巧克力，我一定入品寒君。还差得远。是说品涵爸蛮注重仪式感的话，比较推荐买滴漏式的。滴漏式就是会慢慢滴下来的那种吗？不是整杯下来那种，是不是？还不太了解，我真的对咖啡这个领域才刚接触。而且我其实喝不出什么叫好喝的咖啡跟不好喝，我有点难分辨。所以我觉得喝起来差不多啊，只是有一些比较酸，我喝的出来比较酸跟比较不酸，可是我喝不出哪个比较好，所以我好像随便都可以喝，没有不一定要哪一间，还喝不出来。韩爸玩盆栽玩咖啡很有 sense， 而且我爸也很喜欢钓鱼，他喜欢种植，然后钓鱼跟喝咖啡。他的兴趣，他最大的兴趣应该是钓鱼。还不重质量的品牌，半自动自己压咖啡粉的会蛮有仪式感，好像。可是我觉得我爸应该会自己懒得用，他就是想要早上按一键，然后就有一杯咖啡可以喝那种。但我觉得我可以买好一点的豆子嘛，就是会比较好喝。刚完第二天的小萌新也可以加入品寒君吗？当然可以哦，品寒君不挑人，这都是个人口味，不急，这个领域很广，慢慢找自己喜欢的。跟一家爸好像，我也常钓鱼。大叔的浪漫，是不是很多爸爸都喜欢钓鱼啊？但我妈就会很不喜欢。之前我爸有邀请我，小时候所有邀请我，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有邀请我们全家一起跟爸爸去钓鱼，爸爸就说一起拉，反正假日没事嘛。然后我跟哥哥吧，还有妈妈，然后就跟爸爸一起去岸边坐着。然后我妈妈一下子就受不了，她就说：“怎么那么久啊？可以回家了吗？”我妈说：“钓鱼一直坐在那，然后没干嘛，等他。”等鱼在那边摇饵很久，有时候甚至一个小时都不会动，然后就坐在岸边这样。我妈受不了，我妈无法体会钓鱼的乐趣，很好笑。男人就是爱放空，好有耐心。你要买饵虫吗？童年阴影，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去钓鱼过。而且我爸是那种装备很齐全，背心、帽子什么都有。
各自兴趣是好事。谢谢 SOBA 特工的梦幻泡泡，而且我爸还会自己做一些道具，就是他会自己加工那个背心，你知道吗？因为他说好像钓鱼有很多配件，小钩子、小线，然后什么随时要换还是什么。但他的背心上有很多小口袋，他都会自己缝一些口袋之类的，自己加工一些。其实他背心好像很多功能，有时候可以这边拉出一条线，那这边有个口袋之类的，好像可以帮助换鱼线之类的吗？我不是很清楚。然后我爸也会自己画那个浮漂吗？就是画那个颜色。然后他帽子自己也加工什么，有一条链子可以夹在衣服上，因为海边风很大，这样帽子就不会被吹走。我爸以前是那种下雨天也会穿着雨衣去钓鱼的那种，很厉害吧？看新闻，有些钓客不小心发生意外危险，钓鱼背心都是宝，真的。像我就跟我爸，我也是蛮喜欢钓鱼的啦，只是我钓的鱼不是真的鱼，是钓你们。你为什么皱眉头啊？我钓的鱼跟他不一样啊，我也是很喜欢钓，只是我钓你们而已。刚切换给我在皱眉头啊，什么意思？我难得心情好才有撩人的话。我跟我爸都是天才小钓手，有遗传到，有遗传到。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谢谢赵恩的掌声鼓励，谢谢柯志宇的啾啾你哦。自己讲完害羞，我妈，我平常真的太少讲这种话了，我讲完这种话的时候都会很害羞。谢谢博伟的掌声鼓励。为什么要皱眉头？我说我跟我爸都是天才小钓手，有遗传到啊。我钓粉欸，钓鱼的钓，是不是业障重下很多？没有，大家是掌声鼓励。今天妆容可能差一点，要不要来个大红唇？啊，不够吗？哎，乌嘎虾嘎是不是上次说过了？被调查，爸应该是老钓手。谢谢柯志宇的掌声鼓励。骗人，是不是眼睛业障重？没有，是掌声鼓励。我不信，现在有本事钓一下啊！没有，今天不出动。谢谢冰菜粉的果汁。谢谢。谢谢酷江的眼睛也这样子。品涵开真心号撒网了啦。偶尔扫一下，想说这样你们就比较容易上钩，是不是啊？太常钓就会知道哦，这是钩，不要上去。所以偶尔钩一下比较好，这样你们就会上钩。千浩是不是也想被品涵钓呢？没关系。真的吗？你真的不要吗？欸，真的没关系。真的吗？你怎么那么那个，不懂得珍惜？哎，那我今天直播时间差不多了，我就玩一下王国际了，然后就差不多了，好好笑哎！谢谢大家教我，大家记得赶快升级自己的城堡好吗？然后赶快入会，我们可以一起强大起来。那我今天差不多了，好，晚点不能再深陷在这个游戏里了啦，我晚点还有蛮多事要做的。可能会一直深陷在里面，会不会大家都看到你在线上？一直整天挂在线上。晚上记得再开多好哦，还有谈咖啡。谢谢大家陪我教我怎么玩王国纪元，陪我一起玩。爱久了就是一种习惯，你需要换回切换的初心。哎，他已经变了。嗯，什么？谢谢樱桃猫的真情告白。什么时候是真心症吗？刚都一直在，对啊，我刚一直升级，然后时间就过了，很快啊。谢谢大家，大家可以赶快加入我的那个联盟哦，详细资讯都可以到我的那个贴文里面去看。看品涵上线有没有？
就是你家有没有烧起来。那我要先来念个排名哦，对，最后再宣传一下那个四月的生写真已经开始预购了，然后是那叫什么小朋友，对，小朋友小萝莉系列，所以大家喜欢萝莉的话不可以错过哦，记得指定品涵。嘿，幼稚园。小品还宣传一波，那我先念个排名。谢谢大黑的爆竹，还有四月公演剩33张，大家可以赶快来看我们的公演哦。会，第十名子孙，第九一成，第八乌鱼，第七中银，第六博成，第五雪带八，第四枯江，第三柯基鱼，第二金柚，第一志宏。恭喜志宏、金柚还有柯基鱼可以指定啦！哦，对，还有合照会，大家可以先慢慢想指定。然后合照会的话是，购买那个 reset 选集就可以参加合照会，然后合照会的话大家也可以记得来找我一起合照哦。详细的办法都会在 TTP 的官网，大家如果想知道日期等等的都可以上官网查询来找品涵合照。谢谢大家，我的城墙建好久哦。免费加速，终于我城墙终于完成了，谢谢红包，可以开始指定咯。平安合照会有打算穿什么服装吗？我还没想耶，我还没有想到哎，你们主要要穿什么？还没想，记得关掉通知，不然这游戏好可怕。好的，谢谢大黑的闪光星星。说好的小护士呢？真的、啊、小护士吗？那我先去查一下那个衣服去哪里租，先查一下。但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要穿什么，想一下，我看一下哪里有在租衣服，然后看一下那个租衣服的价位，是不是西蒙很多在租衣服啦、啊？我不知道，我查一下。还没有想好的要穿什么，护士我会死掉，不会啦。西蒙很多，只想看水族。西蒙站很多，哎、欸，你们倒是很了解哪里可以做衣服哎、欸。你们是不是平常很常帮偶像查询那个哪里可以做衣服？你们这方面的资讯倒是挺多的，指定可以想一个能代表小智合照的经典动作吗？代表小智哦，代表小智，你知道用什么代表小智的动作？你可以慢慢想啊，不用现在想啊。有什么啊？我想一下，想一下，感觉好像很多啊。怎么？大家可以找出自己身上的小智在哪？好白痴哦、喔，就这样，就是脸上你的小痣在这，我的小痣在这。那如果有人在背后，这样合照，大家问号，就是跟你合照，大家会白的。我想一下好不好？用两手笔，我想一下。小痣的动作，慢慢想不及，好，我慢慢想一下。我想一下，我们之间还有什么？
什么只有我们属于我们的故事啊，或是回忆之类的，给你选我们配合，大家可以也可以提议给我，然后我筛选一下好不好？大家有想法可以跟我讲，然后我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好了。大家可以投那个那么投票，就是大家可以投那么给出那个选项，然后我来选一下。谢谢金柚指定，学龙等于品涵喜欢，学字龙吗？好像很可爱啊。Hello, my phone, 你好，喵，学字龙好像很可爱耶，喵喵是不是？大家可以发想一下，然后给我选项。学字龙的脸吗？还是学哈库？哈库？黑白袜子，学龙洗脸，这样。没关系，大家也可以慢慢想，不急不急。反正大家有任何资讯都可以丢给我，然后我再来看一下。对，一半智龙，一半哈库。之后在现实告诉我，或是我之后在直播跟大家一起讨论也 OK。你讲一下哈库昨天的故事。哈库，反正昨天我们就去李家吃饭，然后大家也知道去李家吃饭吃到很晚嘛。然后昨天就是大概两点的时候回家这样子，然后就是室友姐姐他们都睡了，然后哈库一听到开门声，狂吠，狂吠。他是非常一个非常会顾家的小狗，我觉得他真的很尽责。哈库半夜两点，然后听到开门声狂吠，但我觉得真的很看家哎，就是如果有坏人什么的话，就是会蛮有用帮助的。就他就是狂吠，然后主人就起来了嘛。然后室友姐姐说：“哈古，你可不可以分辨一下？就是因为他被关，他就是在房间里门里，然后没看到人这样，他就一直吠。但也是保护主人啊，就突然对狗狗的印象很加分哎。只是他没有分辨好是谁，然后他就是一定要出来门外看到我，就是哦认得是姐姐这样子，然后才不叫。我觉得超可爱的哎，真的很可爱。他就是真的吠到。”那个主人说：“好啦，你去看一下是谁啊？要看到才不会叫是，然后就看到我们，然后就没有叫，很可爱。就是以后你的那个握手会现场，就会看到很多人在吠，护主心切。我要跟平安一起玩《王国纪元》，欢迎欢迎，可以赶快下载，可以赶快下载跟我一起玩。但下载的办法要记得要点那个 YT 连结下面资讯看一下，对。”好像要有特殊的下载办法才有办法加入联盟，不要造成世道复困。好，还有谁没指定吗？志宏跟柯基鱼是不是？哈库是不是鼻塞？我就觉得好可爱哦。但是握手会咬袜子可以进去吗？应该可以吧。可以把你们敢咬就敢放你们进来啊！志宏去上班了，好的，没问题。柯基鱼呢？柯基鱼还没指定，没话题，只好废了。你们可以在口罩上画动物的那个胡须，动物的脸。你们可以在那个。就是因为戴口罩不在嘛，你看这上面画那个猫咪的胡须，或是狗狗的那个脸，好像很可爱。柯基鱼有要指定吗？还是也去上班了？口罩上粘一双袜子，写名字不用自荐。如果没有要指定的话，
就差不多要下播咯，各位。大家有什么好指定建议吗？都可以啊，靠基于看你想要什么就什么。跳舞吗？我是哈，我如果要跳舞的话，我就要先去换个裤子，因为我穿睡裤。我没有料到今天会有跳舞这一趴。顺从你自己的心都可以哦，高基宇。对，切换撒娇，要他教联盟之类的。学志荣在床上打滚，大家建议的很好。哎、欸，柯基宇，你不用听从大家建议，你遵照自己的心就好。睡裤没有，今天是哈利波特睡裤。今天是哈利波特，又是骗睡裤，骗睡裤怎么听起来很糟糕啊？不要乱讲话吧。指定跳起来，卡卡睡在我的袜子上，哦，好可爱哦，小敏的猫咪 ，Hello 卡卡，卡卡好可爱哦。我说跟动物讲，跟猫咪、跟狗狗讲话，跟小动物讲话，就会突然变一个声音。这就是佳丽妈妈对我讲话变一个声音的概念吗？这会突然很轻声细语 ，Hello 卡卡，好可爱哦，好想看卡卡哦，好可爱。卡卡怎么每次在我直播的时候都睡觉啊 ？Hello 卡卡，小敏好可爱，你对龙也是这样。结果柯基宇有想到了吗？醒来了，被我吵醒了吗？对不起，卡卡，吵醒你了，卡卡。有想到吗，柯基宇？指定平衡跳一段最有自信的，那我可以上半身吗？最有自信的。新型病毒可以吗？那上半身就好了吧，拜托啦！这边穿睡裤哎、欸，那我不站起来跳，但是我送你那个口白，好吧？我在讨价还价吗？我不站起来跳，可是我送你口白，好吧？成交，成交吗？这个交易不错，成交好吧？可以，好。但愿星星病毒的你，把我传染的措手不及，越治疗越无药可救，真要命。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每分每秒挥之不去，魂不守舍，往东往西都怪你，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啦，大放送了吧？谢谢科技的指定，送口白耶，划算吧各位，你们比较划算，你们赚到哎！睡裤的解锁等级好高，谢谢秋日红的掌声鼓励，谢谢科技鱼，谢谢吃货小米的掌声鼓励。大家赚到哎、欸，还不谢谢柯基宇，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柯基宇，谢谢大家。以后多穿睡裤吗？不会，我以后不会再穿睡裤直播。嗯，算了，我会。想想还是穿一下好了，辛苦啦。那我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喽，大家要记得指定我的声血哦，记得加入下载王国纪元，加入我的联盟哦。那就这样啦，各位拜，赶快升级你们的城堡哦，拜拜。
拜拜。不要再攻打我的城堡了，拜拜。不要再攻打我的城堡了，拜拜。